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青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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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儿，哎呀，你在哪儿呢？快出来，青儿！我不会再放开你了，青儿，我不许你再离开我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。今生今世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何为人，何为仙，何为妖，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只知道我爱的是你，这样就够了。我是真的爱你的，青儿。从小到大，老天爷唯一做对的一件事，就是让我拥有你。我真心希望我们相处的每时每刻，你的脸上都是挂着笑容的，而不是眼泪，好吗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无法拒绝这个男人，我无法拒绝他的爱意，还有他的怀抱，即使万劫不复，我也无法再跟他分开。咱们去弄茶吧。嗯，我来帮你。嗯。青儿。嗯。我们一起把茶叶按照叶片的大小分成三种，大、中、小三组，好吧？让我来。哦。哎呦，我要去打水了。哎，哎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留下来好好看家吧。看家。爷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胆！你什么人啊？凭什么不让我们打水啊？哎呦，误会误会啊！我是这龙井山上的茶农，我没说不让你们打水。只是麻烦你们让我先打一桶。凭什么要让你打？这位小哥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我今天必须要这第一桶水，不是第一桶就没用了。我们也必须要这第一桶。你们要这第一桶干嘛呀？我们也要沐浴。开什么玩笑啊，沐浴用什么时候都不行啊。哎，这位爷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就行行好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一早啊，我把第一桶水送到府上，今天这桶就请您让给我吧。
我要拿了这第二桶，还没人敢拿这第一桶。哎呦，看来今天这一桶我是非拿不可。给我！等等，你想拿也可以，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非要拿这第一桶水？我奶娘病重，只有用这龙井的第一桶水熬制茶汤才能救命。哟，你骗谁呢？茶农还有奶娘啊？把水给他。爷，咱们可是等了一年才等到这个黄道吉日的。给他。是。多谢啊。爷，咱这一年就白等了。百事孝为先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懂。爷，那咱现在怎么办？哼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这里风景如此秀丽，走，我们四处逛逛去。好嘞，爷，走。阿青，哎，一个大男人干嘛这么宝贝你的手啊？哎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工了。好，来了。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这是我的独家秘诀，一会儿让你尝尝什么是上等的龙井茶。烫红了，疼不疼啊？我给你吹吹。哎，我去帮你拿把铲子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炒茶是用铲子呀。难道就用手啊？对呀。可是这。爷，你看。好香啊，什么味道？爷，你看，好像是跟我们抢水的那个人。哦，他在干嘛？炒茶。炒茶？走，瞧瞧去。爷，年年品茗大会您都参加，什么茶没喝过啊？好茶我是喝了不少，但这炒茶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早就听说这龙井茶的制作工艺，那是十分了得。瞧瞧去，好香的味道，可否讨一杯茶喝？哎，是你们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在炒茶呢，手不能停。进来坐吧，一会儿茶炒好了，我请你们喝早上那桶龙井水冲的茶啊。小青，招呼客人。来，两位请。来坐啊。这个人身上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？气宇非凡，应该不是普通的人吧？他到这儿来干嘛？请稍等。嗯。这个人非同寻常，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一早跟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我说呢，你怎么会有朋友呢？哎，你看你的手。哎呀，不碍事，每年都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的独门秘籍。爷，这人看谈吐不像是个草间莽夫，咱儿赶紧走吧。嗯。
哎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别学得一副草木皆兵的样子。哦，炒好了。别那么心急，这才是第一步，叫清锅。现在要薄摊回潮之后挥锅，才是一杯上等的龙井。啊，上等的龙井。看来你是个新手吧？有小哥何出此言啊？哼，茶农我见过多了，人家的手上都布满了老茧，你看看你，也不知道是在炒茶还是炒手。你受伤了？这位仁兄不必担心了，这位小哥所言非虚，炒茶的工人的确十分辛苦，高温之下手是必然会受伤的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新伤罗旧伤，手上自然呢就会形成厚厚的老茧。不过小弟认为，这上等的好茶都是采自清明之前，叶片娇嫩，用粗糙的老手炒制，不但会破坏茶形，还会毛糙掉茶的光泽。再说呢，老茧中蕴含的陈旧气味更会污染了新茶的味道。嗯，你整日对手仔细护理，就是为了让它受着油煎火燎之痛吗？是啊，所以啊，只有娇嫩的双手啊，才配得上这黄金牙呀。来，果然香气淡雅，沁人心脾啊。哦，实不相瞒啊，我所有的茶呢都是由未出阁姑娘的双唇采摘而成。哦，这又有什么讲究吗？第一呢，年轻姑娘的双唇啊未经污染，清新宜人，不会污了龙井茶的清香。哦，二呢，仁兄可以仔细看看啊，我这龙井茶上是绝没有任何采摘掐痕的。哦，龙井茶以色翠香郁味甘形美著称于世，缺一不可。有老弟这样的人才，龙井茶定当扬名于世。啊，过两天就是品茗大会，老弟定能拔得头筹。今年我没有参赛的资格。哦，品茗大会只在以茶会友，问茶论道。以老弟这样的制茶高手，竟然不参加，实在是可惜啊。仁兄啊，报人急于去给奶娘送救命的茶汤，不能和仁兄以茶论道了。今年的头锅龙井茶配清晨龙井第一桶水，是之无二的。如果你不嫌弃寒舍的话，敬请自便。人命关天，兄台不必多礼。啊，那告辞了，走吧。嗯。爷，您尝尝。怎么样？啜之淡然，似乎无味，饮过后有一种太和之气，弥越于齿颊之间，这种无味之味方是茶中至味。真有那么神啊？报人，报人，想不到这龙井山上还真是地灵人杰，这深山之中竟有如此高人。好，好。我们为什么不从前门进呢？来了来了。啊，少爷你来了。啊。小青姑娘你也来了。嗯。奶娘怎么样了？她还在床上躺着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他。奶娘，我来看你了，奶娘。哎，小青姑娘，你也来了。哎，奶娘，别起来，躺下，躺下啊。等您身子养好了，
就会跟以前那样没事就骂我和严峰了。少爷，你好像瘦了。我？可是我身体好着呢。哎，你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？这位是？哦，她是小青姑娘，你忘了？上次家里招采茶工的时候来过我们这里。好像有印象，当时少爷还夸这位姑娘嘴唇长得秀美来着。娘，我去给你弄点粥。娘，我去帮暖暖啊。啊，去吧。哎，暖暖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哎。这些日子真是把暖暖累坏了。是啊，严峰都跟我说过了，这丫头真的是长大了。少爷，你在园子里住的还习惯吗？嗯，习惯，很习惯。你受委屈了？没有，奶娘，来，喝了吧，还是热。别再瞎忙活了，少爷。少爷，你看。又让你为我操心了。这药你抓了那么多副，我这身子骨啊自己清楚。奶娘，你别再胡思乱想了，这可不是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亲手种的茶。这是你亲手炒的茶？嗯，这是我自己种的茶，也是我亲手炒的茶。奶娘尝尝看。怎么样？香啊，好像还有点儿甜滋滋的滋味。哎，奶娘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啊，有一个神仙告诉我，只要我用这龙井早晨的第一桶水冲泡龙井茶，就可以得到世上最好的茶汤啊。这茶汤不光芬芳易浓，更是这世上百年难遇的最好的药汤，能治百病啊。你现在啊，喝了我这茶汤，身体很快就会好了，到时候你就又有力气修理我和严峰了。哎，嗯，怎么样，香吗？嗯。来，青儿，在看什么呢？茶树。茶树？茶树有什么好看的？等秋天茶花开的时候才漂亮呢。茶树会开花吗？那当然了，茶树啊跟别的树可是不一样的。百花盛开的春天啊，它不与百花争艳，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春芽，等到秋天别人都硕果累累的时候，它才会悄悄地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。付出总会有收获的。某人，等到一切都结束了，你肯定就会得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了。傻瓜，是我们的幸福。嗯，我们的，我真希望可以一直这样，永远都这样和你坐着，这样就可以和你长相厮守了。以前我觉得姐姐所经历的都是不幸的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因为爱一个人真的要比做神仙好多了。是啊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青儿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每年茶花开的时候，我都陪你一起看夕阳。真的？是啊。不过，我想到一个问题啊。什么事情啊？
等我都七老八十了，你还是这样的年轻，到时候我就变成一个糟老头了。你不会的，神仙怎么会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你变成七八十岁的糟老头了，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。这是你说的？嗯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，这孩子啊。去去去去，文彦这儿。哎呦，小哥，这都是好茶呀。再好的茶叶我们也不要，免得沾了晦气。文彦这儿，别再来了。哎。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卖不明白，特意来看看。他们不识货。不识货就算了，我们去别家试试。能去的我都去了，没有人收咱们的茶。哎，那乔家去过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乔家和鲍家不是世交吗？我怕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过去试试。二位爷，哎，真不好意思，让您白跑一趟。等鲍家茶来了，我亲自给您送到府上去。哎，好，去。慢走、啊。哎，这位小哥，请留步，麻烦去跟你们家乔老爷通报一声，说是我们来送茶的啊。好。请问这位爷怎么称呼啊？送的又是哪家的茶呀？鲍家茶。我们老爷不在。哎，这位小哥，麻烦你把这茶拿进去给乔老爷尝一下。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们老爷吩咐了，今天不做鲍家茶。得，这下踏实了。这杭州城啊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商铺都不肯收咱们的茶。乔老爷，我是报人，我来给您送茶了，麻烦您赏个脸品鉴一下吧。鲍少爷，乔小姐，请进一步说话。鲍少爷，请你不要为难我爹了，他是不会给你开门的。乔小姐，鲍家茶一直是御供茶，民间能拿到的只有乔家，这也是两家世代的交情，难不成现如今连你爹也怕染上我的晦气？你知道我爹和你一样都是爱茶如命之人，他一直很欣赏你，疼惜你，又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强人所难，但求给个明示，为什么这杭州城所有的商铺均不收我的茶呢？实不相瞒，你得罪了浙江十大名茶的其他几位当家，他们下了联名通牒，哪家铺子收你的茶叶，他们就集体断货。你也知道，鲍家茶是高不可攀，而他们的茶才是各家茶铺的生存之本。我明白了，多谢乔小姐，报人告辞了。严峰，哎，我们走。乔小姐告辞了。我说少爷，他们也太过分了，咱们已经不参加品茗大会了，他们还想怎么样？要把鲍家茶赶尽杀绝啊！他们这样是打不倒我的，谁都别想毁了我的茶。就算是送，我也让所有的人都尝到我的茶。对，我支持你，他们不收，咱们就自己卖。是你说的？啊，咱们明天就行动。行，一言为定，从明天开始啊，你就出来摆摊卖茶。好。啊？怎么又是我？咱们再商量商量吧。啊？虾仁儿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早上刚包的虾仁儿。
这位大叔，劳驾问你一下，这儿的位置啊，哪儿的最好啊？你卖货的？啊，卖什么货呀？卖茶。卖茶叶的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没有搞错吧？今天啊，它不是个赶集的日子，在这里啊，都是些卖小菜的。我这个茶也可以当菜卖，我娘就常常拿这个茶给我炒虾仁吃。好，那你就在这儿吧。哎，小伙子，把那个摊位给他腾出来啊。哎，对，这边。多谢了，多谢了啊。哎，我帮你搬。嘿，好。多谢了。好，卖吧。哎，看一看虾仁啊，新鲜的虾仁。早上刚包的虾仁。哎，你说他真是个怪人啊，茶叶炒虾仁，哎，这听着挺新鲜的啊，要不今天回家让我婆娘也给我炒一个尝尝。哎，小叔，哎，给我盛点虾仁。好，一斤三两，拿好了啊。哎，好，哎，慢走啊。好，哎，小伙子，你这做生意的倒是吆喝两声才行啊。哦，对了，吆喝吆喝啊。哎，卖茶。卖茶。你这是卖个蚊子呀，这么小的声音谁能听得见啊？哎，你这是第一天出来摆摊吧？嗯。哎，你不会吆喝啊也没关系，但你总得想点办法，吸引一些客人来才行啊。哦，对了，要想办法哈。哎，想点办法。哎，大叔，这天儿挺热的，我沏杯茶给您喝吧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您别客气，来。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，你看，你喝。哎呀，哎，你拿点热水送过来啊。好嘞。哎，这位小哥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，我叫榆木。榆木，这名字倒是很好记啊。这里的人都喊我祥叔。祥叔。祥叔，盛点虾仁。哎，来。好。祥叔，这什么茶？好香啊。是吗？哎，这个茶呀，就是这个小伙子卖的。哎，哦，要不我叫他给你盛一点。好。哎，榆木，赶快给客人冲杯茶呀。哎，这位爷，哎，这边请。来，您品尝一下。瞧瞧这茶，均匀成朵，一齐一腔，交错相应，茶汤清碧，真是悦目动人呐。您看，您尝尝。好。好茶，清香阵阵，滋味甘甜。好茶。看得出来这位爷是品茶的高人啊。哎，不敢当，我只是喜欢罢了。这么多年来如此好茶还真是第一次品到。啊，那我给您盛点儿。哎，哎，小兄弟，哎，茶是好茶，可是这价钱啊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呀。惭愧。这茶也太贵了，这什么茶？谁买的价了？这敢要？这谁买的？这茶这么贵啊！走了，哎，这位爷，请留步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从酌零零水，看见瑟瑟尘。无由持一碗，细语爱茶人。这位小哥，你这是？这位爷，我有位朋友常跟我这么说，这茶是有灵性的，为懂它的人而生。好，说得好，今天这茶我要定了。
便查便宜啊！快快快，便宜了！你看我这么多，哎呦，我下人都不要。我来一斤。江叔，今天要多谢你啊。谢什么谢啊，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你的这个茶叶好啊，生意自然就会好的。哪里啊，哎，江叔，那点虾卖给我得了。这哦，哎，你想要就拿去嘛，还卖什么卖的啊，咱俩还算有缘分，这就当我的见面礼吧。那谢谢了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装上。哎哎好，都装上。哎，嘿嘿，拿走。哎，那祥叔，咱们明天见啊。好，明天见。嘿，哎，慢走。他这么晚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严峰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这个呆子呀，肯定是茶叶没卖出去，不敢回来了。我们先吃饭吧，不要等他了。再等等吧。哎，切！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？啊，臭小子，我还以为你不敢回来了呢。都不等我吃饭，你们也太没人性了。我没那个意思啊。哎，茶叶卖出去了吗？你猜。哎，全都卖光了。哎。只不过就赚了这么点银子。天哪，我赚钱了，我抱人活这么大第一次赚钱的我。哎，要不明天我去买点好吃的，咱们加个菜，有日子没吃肉了吧。那不行，这是我的钱，我不能给你们花。嗯，你是不是变这么小气了呀？这笔钱呢，对我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，这是我自力更生的第一步，我要把它镶起来挂在墙上。耶，这我有苦力吧，应该分我一点吧。也应该分我一点，给我点吧。我也有份啊。你别这么小气嘛，来分点儿，分点儿。哦，上好的龙井茶，先尝后买啊，正宗的龙井茶，先尝后买哦。哎，你快点儿。哎，祥叔早啊。哎，你早你早。哎。祥叔啊，哎，能，这是给您的。什么？给我啊？这茶没会喝呀？哎，是是是，哎，您给我来碗解解渴。得嘞，哎，快给客人倒茶。解渴？我这茶又不是白开水，还解渴呀？臭小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喂，喂，生意做不做了？做啊，倒茶呀。哦。茶叶炒虾仁，这是龙井虾仁，昨天跟您提过的，今天特地炒来孝敬您的。哎呦，这不敢当，这哪里好意思啊？哪里哪里，来解渴。茶不错，来两斤。两斤呐？啊，两斤。嘿，好嘞。啊，得嘞。去去去，来给我来点，喝啥？我也要。好好好，来给我来点。好嘞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我来四两半啊，给我来点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好了，宫外就少些礼节吧，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皇上，何时到杭州啊？朕何时到杭州？难道要跟你报备吗？啊，微臣该死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皇上早知会一声，我们也好提前安排。安全防卫总是需要的。我这不挺好吗？在这儿除了你们两个，就没人认识我。我游山玩水，不亦乐乎。啊，对了，八戒，品茗大会准备的怎么样？回皇上，进入殿试的九大名茶已经确认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皇上明日开锣了。好，都有哪九家呀？有开化龙顶方家、净山茶张家、安吉白茶吴家、大佛龙井石家、望海茶曹家、惠明茶李家、绿箭茶沈家、五羊春雨邹家、松阳银猴马家。没了？是，
九家名单都在这里了，请皇上过目。你家今年为何不参赛啊？这回皇上，鲍家后继无人，以后不再参加了。后继无人，可惜了呀。蒙皇上厚爱，微臣感激不尽。昨日我在龙井山上遇到一位高人，年纪轻轻，对茶艺的掌握却是炉火纯青。哦，对了，他也姓鲍，看来这鲍家跟茶还真是有缘呢。既然鲍爱卿说鲍家茶以后都不做贡茶了，那不如就由朕做主，把鲍家茶的名号赐予这位后生，也算为鲍家发扬光大吧。这怎么，鲍爱卿不舍得？不敢。鲍家茶九代单传，如能有后人继承香火，微臣自然感激不尽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爷，前面就到了。爷，这就是他的茶摊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家的茶还是挺受欢迎的。市井之物难上大雅之堂。哎，国师现在断言未免早了点，走，我们也去凑个热闹。皇不，爷，这地方恐怕有辱皇，有辱您的身份呐。再说这儿鱼龙混杂，您的安全就难以保证了。你啰啰嗦嗦烦死了，我本来就是微服私访，你这儿不让我去，那儿不让我去，那我还访什么呀？小人不敢。小安子，哎，我们走。好。哎，谢谢啊，以后再来啊。叶枫啊，来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不就是卖点茶吗？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。哟，少爷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财迷啊，才赚这么点钱，瞧把你给乐的。不是，以前我一直认为茶是高雅的，甚至是高不可攀的。直到刚才我看到那些百姓一边喝茶一边唠着家常，悠然自在，那些过路的人站在那里喝一口解渴，一脸的满足，我才知道了茶的真谛，什么叫感恩、包容、分享、结缘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呦，哎，仁兄，好久不见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是顺着这茶香味儿找来的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快请坐。你们几个都过来。来来来，请。坐吧，坐下再说。你别看这茶摊小啊，可是他的茶是真厉害。某人，磨磨蹭蹭的干嘛呢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，来了。茶来了啊，趁热喝，请请来，请来，大家尝尝。这人是谁啊？一面之缘，不晓得。看起来来头不小啊。是啊，他把我这辈子不想看见的人一个不少的都带来了。爷，刚才有一事，微臣觉得不说不妥。这鲍仁乃是我的儿子。嗯。